争取民进党台南市长提名的立委陈亭妃，上午先是在后壁成立后援会，下午继续马不停蹄的前往南区成立市区第一个后援会，现场涌进逾4000人，将下林路挤得水泄不通，场面声势相当浩大。到会现场，除了党籍议员外，包括前立委王姓男、无党籍议员庄玉珠、林秉立、赵坤元、谢财旺都到场站台力挺，其中赖清德嫡系的南区市议员李维印也到场露脸致意。前立委王姓男夸赞陈亭妃不仅展现出女性耐心、倾听、细心的特质，同时也用行动表现出男性具执行力与务实的一面。台南官，你们来回应看麦，唔捌有一个女性的市长出来哦，唔捌，啊唔捌一个女性的市长出来几多？拢查甫的做，查甫拢有当时伤过粗鲁啦。小过大意，啊！那女性的吼，家族优秀。古早人在讲一句话啊，在一个国家，那像咧煮煎鱼啊咧，如烹小鲜，就讲一尾鱼啊，爱慢慢啊煎，啊，袂使烧紧火，啊嘛袂使火无够，烧紧火超大，啊，佫兼无熟。所以咱今仔日要佫选择一个台南市的市长，我第一个思考。一定要有一个女性出来溜溜溜。陈亭妃表示，藉由透过后援会的成立，实际行走基层，倾听民意，取得乡亲的支持。原南县区22个后援会，每一场成立大会现场人数都有超过1000人，甚至4000多人热情相挺，皆创下在地政治造势场次人数纪录。今在南区成立市区第一个后援会，他恳请市区的民众能给予支持与肯定，许南区一个更好的未来。他一定会使命必达，秉持热忱效率服务大家。伫台北地区吼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成立22个后援会。咱知影讲，咱目前台南县市诶，整个合并了后，会当讲咱的服务员非常的广阔。啊，所以咱嘛一定爱伫即个台北所在，甲咱即个县区的所在，会当去得到乡亲的支持。阮伫22场的后援会，相信会当讲拢创下着。在场所有政治上的气量所的记录，会当讲拢是非常的热场，而且人数非常的多，拢是地方的后援会伊去协助咱的干部去做动员，去拜托大家到参加、到支持，所以会当讲22场拢有足大的人气与盛况。所以因为安尼，我即马较敢转来到咱家己家己保证高点的所在，会当讲用这个部分。去争取咱乡亲的支持，因为咱过去会当讲一路来22场的后援会拢甲庭委支持，咱嘛希望讲咱家己了解台南、认清台南这种的心情，会当真真正正，予咱台南的乡亲对着庭委再一次的肯定。所以我相信咱这场用着咱这个希望，转来到咱台南的心来这个第一场咱南区的后援会，就希望讲。会当用无同款的感情，取得咱家己在地更加侪乡亲的支持，拜托大家爱护咱台南的家己的查某囝，一个上大的机会。陈亭妃提出南区翻转三愿景，其中包括一、南山公墓迁移，缝合都市纹理；二、机场门户改善，共创合一发展；三、黄金海岸重现，串联滨海观光等。亭妃有提出一个滨海蓝带观光总。咱一定要将咱金海化未来结合着安平，结合着安南区，结合着七股、北门、将军、合角，规线连接，变成滨海蓝带观光组。对咱台17线，这几条拢是咱历史、人文、近代文化非常重要的重点。咱若今仔甲开发出来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人自然就入来。第二个部分。就是咱的南山公墓的前线，南山公墓的前线，即马目前，咱的赖议长已经做一部分，后壁面咱要当把南山公墓会当公园化，会当来做着前线，会当用着沟通作为整个未来即个产业发展区。
就咱整个南山公墓周边，一在地周边南山公开发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。又分作短期、中期、长期，所以在咱整个县委的文宣当中写足清楚，嘛不只是南山公墓的前线，咱阁有第三个重点，就是机场门户的改变甲整顿。咱伫周边有一挂禁建的限制，有一挂法令的限制，咱拢要重新检讨。重要就是要甲交通便利做出来，安尼咱南区才会当照着咱这个机场的门户改变。所以这三大重点是政府未来一定要做。陈廷飞表示，虽然每个星期南北往返跑行程很累，但很值得，他会靠毅力坚持下去。毕竟要成为台南首位女市长，得先要打破民众对女性传统的刻板印象，是件不容易的事，但他有信心不负民众期望，要用能力证明 I can do it。 记者刘耀明、杜哲华台南采访报道。